I've been having dreams, flipping in the air. I never land, just float there. As I'm looking up, flames alert the trees, spread to falling leaves. Now they're right upon me. Wait if I'm on fire.大家好，我是金。说起妆容呢，我平时有经常画的轻欧美风啊、日韩妆容啊，还有泰式妆容。今天呢，我就想跟大家一起画一个前段时间在油管火出圈的中国妆容。中国风妆容呢，端庄大气，风格艳丽，还是跟日韩妆容有着一些截然不同的差别的。我就在网上做了一些功课，参考了日本杂志对中国妆容的一些特点分析，结合了一些国内女明星的杂志妆容，并加上了一些自己的理解。那如果你感兴趣，就接着往下看吧。底妆间用到香奈儿的小魔方粉底液。中国人传统的审美自古都是肌如凝脂肤如雪嘛，所以我们底妆要尽量的白净无瑕，它的妆效啊、遮瑕效果啊就比较能够满足这一点。我们用粉底刷把我们的粉底液从面中向面中刷开，把余粉撒向脖子进行衔接。无瑕洁白呢，就是中国妆的底妆特点。我会再用这款遮瑕，有瑕疵的地方再重点遮盖一下。现在呢，基本一层粉底已经打完了，主要就是打造那种半哑光的感觉，不同于水光肌还有欧美纯雾面的感觉，微微带点哑光感。最近用花西子的这款蜜粉定一下。今天用到的是01号肤如雪，它的粉超级细的，我们把粉扑轻轻地拍在我们的眼下、鼻翼周围，还有额头一些比较容易脱妆的地方。我们今天呢就来画一个落尾眉，眉头粗，然后眉峰是微微上扬，但又不会很上挑，眉尾细细往下落一些，整体的走势还是非常贴合我们自身的眼型的。今天的眉笔用到的是卡其色彩，这颜色是 K06 经典灰棕。今天的眉毛呢就要画得更加干净利落一些，我们先将眉毛下方描绘出来，眉头要比眉尾稍微粗一些，然后尾部呢往下落，我会画的比平时稍微长一些，眉峰这里呢重点强调一下，显得更加有英气。然后用反面的眉刷梳理一下眉头，眉头还是要淡淡的。接着我们用一块眉胶，强调一下我们眉头的毛流感。现在眉形还是比较舒展、比较大气的。眼妆我看到他们总结的有粉色啊、红色、大地色，我觉得大家日常可能都会以大地色为主，所以我们今天就画大地色眼妆，也不会使用到很多大片的珠光和闪片。我今天选择了这一盘，蘸取着大地色给眼部做一个打底，我会沿着睫毛根部向上晕染，去掉眼部的肿感，但也不会像欧美妆一样刻画出那种很深邃的眼窝来。因为我的面部是比较宽的，所以我会拉长我的眼型。我们把下眼睑戴上，包括刻画出一个卧蚕的阴影轮廓。换把小一点的刷子，蘸取这个深棕色，加深一下我们的眼头、眼尾。同样也是睫毛根部最深，然后往上去晕染。下眼睑这里也要进行加深，打造出那种杏眼的感觉。加深完之后呢，我用刷子蘸取散粉，把边缘再晕染一遍，这样呢就会使眼妆看上去更加干净，持妆力也会更久一些。接下来呢，稍稍蘸取这个珠光色，我们给上眼皮中央下眼睑做一个提亮，这样会使你的眼睛看上去更加有神，顺便提亮一下眼头，会使你的眼部看上去更加立体一些。画眼线之前呢，我先把睫毛加翘，填补一下睫毛根部。画眼线并不是很生硬的画出一条黑色的线，或者是很生硬的做一下延长上扬，而是需要根据你自己的眼型来进行适当的调整。像我是鼻梁比较塌，然后面中比较宽的，我所以每次都会在眼角处进行一个延长，稍稍的开一下眼角，然后因为我面部比较宽，所以我眼尾微微上扬往后延伸，这是我自己试下来觉得比较适合我自己眼型的。眼线画完之后呢，会有一个比较关键的一步，蘸取我们刚刚画眼影的深棕色，晕染覆盖在眼线上，让我们的眼线看上去更加柔和，整体是那种雾雾的感觉，让眼影和眼线融合得更自然。
接下来呢，我们来画一下卷翘而又浓密的睫毛。刚刚呢，我们拉长了眼型，那我们画卧蚕啊、刷睫毛这一步呢，就是从纵向上放大了我们的双眼，整体结合起来呢，就会使我们的眼睛看上去更加大一些，面部的留白呢也会适当减少了一点。今天还是用这一款。那为了强调我们的轮廓感，消除浮肿感，修容就很重要，但是一定要淡。中国妆整体面相呢，就偏好那种开阔大气的长相，还是用到了 KA 的修容粉，我们就自然的修出我们脸部的轮廓来。先修面中，从眼窝出发，衔接到鼻梁，这三角区一定要加重。我们不需要画得很深，轻轻带过就好。可以修一下下巴。我们再换一把干净的刷子，把它晕染自然。那我们的修容存在感是比较低的，更低的呢就是我们的腮红。中国妆的特点呢，就是突出五官，弱化面部，所以我们面部的颜色饱和度一定不能高。今天的腮红我们用到的是橘朵的这个丝滑单色腮红，色号是41号，一个浅浅的杏粉色。我们把它斜着打在刚刚的修容上方，同样呢也能够起到修饰脸型的效果，也能够使我们面部的亮面和暗面过渡的更加自然。接下来呢，就是整体妆容非常重要的一步，就是颜色非常饱满的中国红的唇膏，而且我们唇妆的边缘呢一定要清晰，这样呢就比较容易打造出那种妆容的明艳感来。红唇可谓是我们中国妆的点睛之笔了。我今天选择的是 PAT 的一支蓝调正红色，就是这一支啦。它是那种雾面哑光的质地，涂上之后非常有气场，特别沉稳大气的一支，我觉得非常适合今天的妆容。我们画的时候呢，要注意唇形，我会用一把刷子去仔细勾勒唇形，把你的唇部明显勾勒出来。我觉得这个唇妆还是非常沉稳大气的。那这样呢，我整个妆容就完成了。是你们心目中的中国妆吗？中国妆容呢，看似随意大气，但是处处透露着精雕细琢的精致。虽然中国妆的几个特点条条框框在那里，但是我们化妆呢，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条件进行调整。每个人心中对妆容的